今天大家欣赏完毕，好，亲切的向大家介绍长发姑娘，阮的 Kiki， 欢迎过去，最顶起一面哦，好朋友共同欣赏电视呢。首先，当天我叫轮播七台中传播，遇到李信贤、小强帅领导，欢迎我叫祝好朋友大赚钱，春金大条的钱哦。嘿。谢谢，有实力的哦。